你所精选和伊亲近的，站伫你耳内的，这个人有福气。我要因为你的厝、你的圣殿的福气，来心满足以上。咱做伙今日来体验新的改变。新的改变安尼讲，你着尽心尽力尽力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主彼听听，够灵验，会万关联上帝。我欲感谢你的恩典，甲你大大手术，若毋是你满满的眷顾，亲像你所教示的，你疼世间人，就将独生子来赐予咱。我按着你的旨意计划，我叫你的天爱主受定十字架，给我上天，为的是救世人我们的罪。这样的长阔高深，我们无法测度；这样的大爱，我们领受实在是丰丰富富。我们受拣选的信徒才有这份救恩的福分。咱做你的阿先，你的家己，我才知拯救是啥物。你伫两千年前，你着收拾你的囝爱主来到世间，我按照你的旨意，你成就了定十字架来做罗永武第三一个我的先生的计划，这样的旨意，那还是在叫世间人知影，你疼世间人到安尼的程度，把圣子赐予阮，因为疼，为着阮的罪过，你也受怕，我定是一个。但是上重要的是，你引导阮。有高挂的愿望在头前，今仔日我伫遮，伫纪念你高挂的日子。既然我抱着欢喜来迎接永远的道路，但是我知在过去这礼拜，你已经所受着痛苦，唔敢那天白日，你今仔日。正是一个是痛苦，阮世间人都较爱为着安尼来反省，毋敢若反省阮家己的忏悔，你的拯救，搁较大个是安怎来活出主耶稣你引出我，伫世间的日子，学你的模样，跟你的脚步。来做出疼主兵、疼世间的行为，这乃是你五万万、那几亿万的以后，就是会使来去永远世间，伫天国遐，甲你同齐来享受荣华富贵。伫遐有痛苦，但是有主的地带。伫遐有更年的生活，然后世间人一个愿望爱伫遐。今日阮实在会感谢你，如果一届因操阮的脚步，无去别位，来到圣殿来参加来庆祝，还是阮的少年着坐阮的兄弟姊妹，有缘的痛苦
白天中你村里疗养，还是去第二你异地的时候，有叶圣神游玩甲因伫地，互因游玩得到国外快乐甲人生的盼望。阮即时要来开始今日的礼拜，求主你甲阮伫地同在，互阮有安静心。有悔改的心，来迎接这个日子。阮所陪伴的，无论手经团、唱歌队、自由学学生的参与，祝你有缘因循环头前的下步，予阮得到搁较大的喜乐甲盼望。愿人的恳求祈祷，乃是奉主耶稣你的名求的。Amen。